是拍出石头剪刀布，依照和自己玩游戏的创意分身照准备好了。前方不为为何匆匆。二，他可以摆个动作，在肉体里面一张给自己拍照的照片准备好了。前行旅行在回程当其中。三，他可以用全景模式，从背影往天上滑动开始，一直到另一边停止，一张神奇的一线天全景照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月月。拍照不努力，没有魔法也行。说话。站着不要正面拍照，左右晃悠着，赶紧侧过身来拍照更有 feel。蹲着不要正面拍，像极了村口老大爷。一腿高一腿低，蹲下来，大长腿无人能敌。或者不要盘着腿拍，显得又矮又矬。把腿收起来，脚尖朝前，这样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月月。不就是给别人指了一下路吗？大猪蹄子又吃醋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来。打开摄像机，点击原始拍摄。3, 2, 1。我调皮，喜欢你。大猪蹄子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小傻瓜。开门。以后不许和别的男生说话了啊。拍照不努力，有魔法有什么用？月月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我哪里胖了？把我的心都占满了。拍照还是在猫手，教你一招秒变帅气女孩。走着，坐在台阶上，身体曾经太像等车的大妈了。扬起起发际侧走，学起来，左边和肩，背部的勾，只会呆呆的站着拍照吗？千万不要这样摆啦，一定是侧身随意风。住，含着嘴傻笑的你，气场都跑去哪儿了？月月，你脸上有点东西，有点帅气。你好，月月，花钱怎么拍电影给人大家呢？跟我来。一，白敬亭帅气背影式。二，邓伦八字指天式。三，朱一龙双手抱头式。四，易烊千玺导演看镜头式。明明是一样的姿势，为什么别人拍的那么好看，我拍的就好丑呀？那不一样，这太不一样了。